这个腰要直起来，直起来啊！我让你直起来，你快一点。要低一点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就是记不住？你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跟大夫人交代啊？哎，你要干嘛？大夫人让你叫我拜跪，可没让你打我七下。大夫人说了，做不好就要打，但是没说让你打我七下。啊、抓住他！是是，你们要干嘛？干什么？让开！哎，跪下！我今天代表的是大夫人，你敢打我就是打大夫人。